对，现在阵容在洋将方面做了很大的变更，特别是本土当中的吕振儒受伤，其实对钢铁人在接下来赛季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，等于是守住四分了、啊，他已经闪了两个火锅了，哦，中距离的跳投剪停，右围确实要打得更强势一些啊。今天有杨和，右围上场时间可能不会这么多，哇。啊，礼拜三跟梦想家的比赛，勇士球迷看得更生气。对，哇，那场比赛打到很多人受伤下去哦。哇，球停照。上半场他的李阳将在场上啊，两边都是如此哦。哦，这个左侧的切入是简廷照。放中眼中来看一下。哇，这踩到他的左后脚啊，查比要抢篮板的时候，真的。要再琢磨一下，给他太随便了。哇，好球！廷照接到中场强森的传球助攻，经验文成防守经验真的太好了。对，而且他老婆还会帮他做 scouting。简廷照三分外线，下滑又找到不错的一个空档，现在是反而铁米在外面就没人防守了。简廷照中距离急停出手，哦，今天17分也是本季的代表作。